运大牛竟然要出卖另一位玉门街大哥。哎呦，这干威，太干难了，这干威。那不追了，这几个的。对，哎，那我就丢给你我操，你这这这这这什么呢？观众啊，现在有点啊。无啦，你顶，阿那你干哪样货？哎呀，要货哎。估计没货，没。哎呀，你这个阿没有，阿不，我咱咱这新人队啦，好，改做别个的些赛事。哦。啊，有些人来去点哦，好简单啊。哦，这个，这个就我准备的嘛。我听讲紧张。爱内服啊。对，太容易啊。我第一代表。容易。就是拉你。我这是你好嘞。我多啦，那哇，我一球队，那讲你听。哦，你多少那唔知嘞吼。啊，对吧？哦，这个。哦，安尼好诶，那到了这点吼，我想要靠我咋办？对啊，那就先啦。先生，你先容易讲。我的寡劲，寡劲，寡劲，寡劲。我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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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这跟上一次同一招。那算了，老外没看你。有啊，作战很心甘。哦哦，来出菜出菜，那不一样。男人嘛。好，你过去跟他借东西，说，这位先生，请问一下，能不能跟你借一下瓦斯炉？他说没有，他没有再问这一件，你等一下，先问瓦斯。跟他说跟你借瓦斯，他说没有，他说，啊，我认出你了，你就是那个台语歌国宝级的歌手嘛。郑日清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跟你讲一个那个民谣的台语国宝级的歌手郑日清这样子，哈，哎，孙啊 ，OK， 好，好，好，孙啊，孙啊，你后悔啦？会跟你借瓦斯炉吗？啊，瓦斯炉？瓦斯炉啊！我没有瓦斯炉。你没有瓦斯炉？哎，你不是那个民
国宝级的歌手小刘郑玉清吗？郑玉清对不对？小刘，刘郑玉清。不傲了，不傲等你。不傲。下腰是他，下腰厉害了，下腰厉害了。挺不夸张，哈哈哈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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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去右了，跳去右了，就是跳。哎，你看小刘，哦，大胆妹妹哦，小刘，哦，大谢心，爱妹妹爱子东京啊，跳去中华，还是用跳去右。好像要腰了，你看。他走出来了，哦，不是他们花刷我，哦，走出来了。假日，你不要看看不起我，我老公很帅呀。啊！帅，哎呦！阿东啊，我跟你讲啊，你唔知哦，哎，这哦，卖地生的水个画面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要不要不做帅，要不做帅，应该贵啦，尽量尽量听。吓死了！不给他提了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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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李总，刚刚我们在楼上你这里的一举一动啊，全部都收录在我们的综艺旗舰里面了。你给我设计的哦，哎，你给他用钱啊？用钱，对对对，因为伊容易嘛，哎，啊，伊这个容易啊，你看，安内哦，哎，欢喜了，哦，啊，属猪是你了，对啊，属猪啊，不啦，不啦，是因哪因的啦？然后大卖照，这都打不掉，才捧不要我不要，不啦不啦，多啦，这个是为测试一下嘛。啊，你这已经入产品了，对不对？形象固定，对不对？好好先生，很有好色性，人之常情。哎哎哎，啊，老完全不改的，看到有这个报道，啊，我给你看起来。哦，看到老员工叫老员工，你笑死我，不，你安尼，我你讲，你安尼唔好，我你讲，公司人我你讲，你安尼蛮无意思。好，对不？啊，你要争夺你争夺，就啊，头一个一个可以，就啊，第二个，对不？哎呦，你根本我。我也未加啦，我今次也未加啦。念在奖金的份子上，好不好？就不要再生气了。什么奖金？奖金，因为这个我们有10万块奖金啊。如果看一眼，我们才扣一半；看一眼没看一眼就扣一半。啊，我嘞，不用奖金，我已经给了。哇，多少钱？二三。46万就对了，还有将近40万，哦，他十万都拿牌，哎，好，反正很酷，剪翅，哎，加油，我已经，阿弟嘞，已经做无在啊嘞，38万，40万，你比我还高，欢迎走入接受定力考验的这位新西兰台宣传的港星郭。